Hello，大家好，欢迎大家来到今天的小高音笛。很久不见了。那昨天呢，刚打完 BNT 的疫苗，那也终于排到了这次的疫苗。那本来想说会不会很紧张哦，这个因为 BNT 有很多副作用嘛。那但是基本上到了今天呢，起来大概就是手呢有一点点微微的酸痛，但基本上呢其他都没有什么样的状况。那可能平常像我朋友好几个去打疫苗，然后呢真的就是讲说，隔天也很担心啊，会有一些这个不舒服的情况啊，甚至很担心会有性命的安危。那自己觉得说还好，平常有保养得好，好，在打疫苗前其实一直都有这个注重这个保健的概念。好，那我觉得也真的是蛮安全、蛮平安的。那也谢谢大家的关心。那当然呢，在这段期间呢，我觉得自己呢在去到了也很多地方，然后呢让自己也去充实，也去学习。就像刚刚影片看到的啊，刚好芙蓉呢最近在办这个沙雕展，也是我第一次去看这样的一个沙雕。哇，在看到的过程当中呢，其实本来想说要演奏皮克斯的音乐，但最近呢，因为那一趟车程基本上整个从头到尾都在听艾黛尔的这一首《一粒杨命》，那我觉得这首歌呢，真的是也让我觉得说，那天心情也是挺轻松，也是挺快乐的。那我觉得也希望大家在听完这一次的这个音乐的时候，看着这个背景，听着这个音乐，能够有一些放松、愉快、快乐的心情。好，那我们就下次见喽，拜拜。